我说，嗯，这个真看不出来啊。不是你说，这成什么了啊？这不成花木兰从军了吗？哎呦，还梁山伯与祝英台呢。哎呦，你轻点儿。我感觉不对了，我以为齐泰。我说你们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了。哎，哟哟，刘师傅，刘师傅，东子，哎，跟我进来。哎，我怎么偷的偷？他干嘛呢？这儿啊？那么闲在啊？哎呦，着急了，赶紧忙，把这个捅炉子生火啊！警察，哎呦嘿，这毛的劲儿呢？下边来幌子了，小顺，哎，把那折罗送天桥去卖了去。哦，最近又新来了一个，老是出去，一共是三次，我都记下了。哟，这又新交上一个啊。这个有钱还大方，吃一顿饭给他赏钱呀、啊，就够再吃一顿的。哎，玉厨对他怎么样？哎呦，哪个女的不喜欢钱呢？他们以前就认识，在望春台那会儿就有一腿的，老相好，我看得出。这是干什么的呀？好像也是做饭馆的，听他们说都叫瑞大爷。瑞英。刘师傅，你看，哎，干嘛老躲着我呀？我来了。那你跑那么快？不是，有事儿。你说我这一天就得多少事儿不办不行？这又没着火，你跑那么快是怕我吃了你啊？好，这奎祥木厂的人呐，前面等着呢。那晚一会儿大楼他飞不了，你进来，跟你有话说。哎，我这。走，来，哎，走，哎，出去点啊，出去点，别走，我跟那儿走吧，跟这儿好。哎，你是不是瞧我别扭啊？谁说的？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来没这么自在过呢。哎，不用每天装假的过日子，这心里头可踏实了。记得有时候做梦，梦见小时候做女孩子的事儿，这醒来还得假装大老爷们儿，心里头可别扭了。那想哭我都不敢大声哭。现在我就像从笼子里给放出来似的，就想到那野地里去嚷去跑去。哎，你还甭说，就这么两天我都胖了。哎，你摸摸，你摸摸。哎，我瞅见了，都瞅见了。怂样儿。我说我得去了，人都在这等着呢。我还有话没说完呢。晚上吧，今儿晚上再说，成吗？那小娘们的事儿你也不听。你说玉竹吧，瞧你那紧张劲儿。你倒是快说呀！告诉你，怕你上火。那得看说是什么事儿。哼，这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男人和女人的事儿啊。这些个天我压根儿就没奔那儿去。那说的不是你这个男人。哟，听这话音儿，他还有别的男人？对了，人家又搞上了一个。哼，谁呀、啊？急了不是？早就告诉过你，他就是干这个的。啊，那来的可都是熟客，他一个来了一个走。可是这个他不应该搞，就是冲你他也不能干这事儿。他搞谁了？瑞英。文哥，谁呀？我找一下玉厨。不在。
不，他上哪儿了呀？他又没有租给你，你什么时候来，他什么时候在啊？你看你怎么说话呢？我问你，他上哪儿了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好好说。他跟人走了。跟谁啊？跟谁呀？瑞大爷。瑞英。哎，你认识啊？市一局那瑞英吗？哎，人瑞大爷啊，懂规矩，不白玩的。回来。怎么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在哪儿了？哎，你过了，我看着他呀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好说话。你放手。好好说话。你放手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大早就出去了，晚上回不回来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还有事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该走了。今儿不是没定所吗？你说出来找我有事儿，这又看电影又吃饭菜，都出来这么半天了，你也不告诉我，到底找我什么事儿？月初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别记恨我。都过去那么多年的事儿，早忘了。这句话就说明你还没忘。我就是这么一混人，火一上来不管不顾，可做了呢，又后悔。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另眼看过你，也没有小瞧过你。你一个女子，只身来到北京城这么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，靠本事闯荡，那得多大勇气！我从头一回看着你，我就心疼你。所以，你才肯为我喝得大醉。难为你。这么多年了还记得，有些事儿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。得，那你以后啊，就记着我的好，别记我的不好。好人坏人，我还分得清楚吧？往后啊，你要有什么事儿只管说，啊，只要我能做得到，我瑞英这点义气还是有。你专门找我出来。就是为了这个啊？本来想说的挺多的，可看着你又说不出来了。哟，捯饬的挺漂亮的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这能不好看？来啦，走吧，家去。等会儿，上哪儿去了？出去了。跟谁呀？一个人。哟，不会吧？没跟着瑞英瑞大爷？是，去过。还一块下了馆子吧？知过。就诚心的气我吗？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？我不过你和他的恩恩怨怨。好了，别那么小心眼。我小心眼儿？我没你那么大方。哎，你跟我说说，干嘛要跟他一块来往啊？我对他没恶感，他对我没有歪心。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？我跟他有仇，知道吗？我跟他有仇，你都知道，还一块来往。就刘金定说你那些个话，我还给你趟着意。刘金定又说过什么了？他就那些个话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真的，说出来我自己个儿都脸红。他说的，你信吗？我原来不信。您现在都这样了，我能不信吗？好，
别人说什么你都信，那你以后就别理我。站住！你呀，真贱！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真贱。看什么呢？马六，准备去。姑娘，什么糊了？煮的核桃烙糊了，我剥了一早上的核桃，全白费了。看着点火。不是你煮吗？我要摘菜、洗菜、烧火，也没闲着。那我就闲着了。他每天忙里忙外，又要洗衣服，又要准备晚上菜。我也就两只手，什么东西糊了？老远就闻见，哎呦！我试一试能不能吃，好吧？真下作，别舔了。哎，糊了也可以吃的，消火化食哎。姑娘，别生气了。咱晚上甜食吃什么？整天都是做什么吃什么，吃什么做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这每天两只手都不停的做，都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我不做了。糊了真的可以吃的，吴孟石，哼，我带你掰两半，掰成三半，叫叫不起。哎呦！呀，一个人唠唠叨叨、自说自听的，气迷心了吧？你吓人一跳！哎别，哎别，别打你，打你，哎呦，打你！别打呀，我又没惹你，你就惹我了。不是你一个人不知道哪儿受的嫌弃，你拿我撒气呢？得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哎，你回来！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们掌柜的为什么老不来了？哎，出事儿了。你们福聚德哪天不出事儿啊？他为什么老不露面了？是啊，这玉厨姑娘也不上我们那儿去了。哎，他俩不是闹什么气了吧？最近他老跟瑞大爷出去。哎，他跟我们掌柜的好的可跟糖粘豆似的，就这么几天就换人了。我看他也不是打心眼里跟瑞英好，他就是想气气那个姓吴的。这女人呀，真是得罪不起，心眼这么多呢。哎，卢梦石就没问起过他？没没没。哎。他倒老问我见着你没有。哎呀，猪脑子，哎，他问我就是想问你看见他没有。
我哪有那么多心眼儿啊？要我说呀，他们两个就是僵在那儿了。嗯，他不理他，他也不好理他。他不高兴就拿我出气。哎呦，晚上的宴席他都不管了。那这会儿我帮你干点什么吧，行吗？我这不用你。哎，不过有件事啊，得你做。一会儿啊，你就跟他说，是卢掌柜的让你来请他。不，这不行，这哪不行？我让你说你就说嘛。我冒充卢掌柜的去请他？哎呀，真的。哟，程顺，你来了。哎，玉春姑娘，您可好啊？好。好。你们柜上忙吗？还成。哦，对了，玉春姑娘，那个我们掌柜的呀，让我来请您。请我？啊，是啊。他？是啊。有事儿吗？有点事儿。准灵，嘿，你小丫头骗子心眼够多的呀，鬼主意也多，你也不想想，回头这玉厨姑娘真烟去了，和门掌柜再打起来，掌柜的再一追究是谁请的，就这一下子，我就得打回风啊。只要他去了，就打不起来。不是，卢掌柜的跟他和好。嗯，准得问是谁这么聪明请他来的呀。嗯，到时候你就生师傅了。胡顺，哎，我说啊，来，哎，你真说了？说了呀。哎呦，你这胆子可够大的。怎么了？就敢假传掌柜的传话，那玉厨要不来呢？嗨，你怕什么呀？人家小凤都跟我说了，说这玉厨姑娘一准上咱们这儿来，到那时候这掌柜的跟这玉厨一和好，不是你呀，你就等着我生师傅吧。你说这好事怎么就赶不上我头上呢？你说你那破脑袋瓜哪成啊？你干活吧，你干活。哎呦！哟，哎，刘师傅，刘师傅，啊，那个后厨干活，干活。没事儿。哦，想挣俩钱不？哎，行，给您跑腿用不着，您想买点什么我去去。胡同口给我看着，御厨一进口就叫我啊，给你了。这个我可不干。不干？哈，那天你当大值睡大觉，门都忘了关。还有一天你给客人报菜名，报的是哆里哆嗦乱七八糟，客人没给零钱。没，不是，这都是你师傅瞒着的。不是，还有，不是，您，那我去就得了。去吧。哎呀，又骂什么呀？跟荒兔子似的，没个堂个样。我上茅房去，一步一步走。哎，刘师傅来了，来了。好嘞，老孙子，哎，来，好了，起锅。哎，
哟呵，这不是御厨姑娘吗？哎呀，是刘师傅啊。哈，您出去。嗨，掌柜的媳妇儿让我去给买针线，说是要给我那双鞋。掌柜的媳妇儿啊，哎，卢掌柜的媳妇儿来了。啊，她来了。嗨，都来了好几天了。哟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上哪知道去啊？卢掌柜没跟你说？没有啊。哦，我好些日都没见过他了。哎呦，顾不上啊！哎，他媳妇儿啊，好长时间不来，这丑不愣子一来呀，哎呦，久别胜新婚呐！哎，卢掌柜甭提多疼他媳妇儿，哎呦，两口子那亲哦，你知道他们俩成宿成宿的不睡觉，聊啊说呀笑啊，哎，有时候嘿那个呢，我就睡在隔壁啊，吵得我都睡不着。得，我还得去给他买针线、买顶针去呢。哎，你去吧，掌柜的他在呢。我估摸着他叫你来，就是要给你介绍他媳妇儿。谁说我要上你们那儿去了？瞧，我还猜错了。哦，合着您不去我们那儿啊？不去。哎呦，得走了啊。这景儿心里高兴吗？我一看见船啊，看见水，我这心里就高兴。那就成，要不带你到这儿来。我们家乡的人都是在船上吃饭，在船上喝酒，看着船，看着山，看着水，看着水里的荷花，看着看着，我心里就舒坦。人们都说，这天下的水啊，都是连着的。那这儿的水，从这儿就肯定流到我的家乡去了。想家了吧？家，没什么可想的啦。爹娘都没了，兄弟姐妹也没了。像谁呀？红颜薄命，都怪你长得太好。要是能顺着这个水飘走，那该多好。你呀，心里要不痛快就哭一场，要不你说说，人闷在心里能闷出病来。我没事儿，我高兴着呢。你不信啊？你真不信啊？那我给你唱个江南小调，你听不听？月儿弯弯哟，照旧自个舟，几家欢乐。几家子个愁，几家骨肉肉，几家断句哟，几家飘零在外头，月儿弯弯哟。大爷，啊，您真要踩着他练啊？那当然了，拿着。哎，
一会儿我练功的时候啊，你只要看我这脚丫子一动换，就拿那剪子戳我。哟，这我哪敢啊？这照我说的做，我师傅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就这功难，我要再过了这一关呢，那我就算学成了。福子，哎，给我换上。哎，得。哎呦哎呦，慢着，哎呦，哎呦哎呀哎呦哎 呦，小心。哎呦，茂昌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简直是玩命嘛！你叨唠什么呀？有完没完呢？真是，福子，哎，接着练。哎，哥哥，您这是练什么功呢？哎呦，你快看看吧，这简直是走火入魔，哪是玩票啊！你瞅瞅啊，这小鞋顶多两寸，穿这鞋能走道吗？这我就闹不明白了，明明有女旦角，干嘛非男的演呢？你有你的嗜好，我有我的稀罕，我结交的那都是文化人，有本事的。你说你崇拜的那个草上飞是什么呀？啊，草阿寇。你说草上飞是草寇，这我得跟你说道了。哎，那年菜市口杀草上飞，我亲眼得见，那个咔嚓手起刀落，人头倒是落了地了。哎，这正愣瞪着眼张着嘴，就把那个黄土地哗啃出一溜黄烟来，人家那是条汉子。得，我不和你争，你也别管我啊。哎，得，哎，我今儿来啊，想跟你说点要紧的事儿。嘿，福子，哎，一会儿等他走了，咱们接着练。哎，大爷，回屋说去吧。这福聚德盖大楼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他卢梦石哪来那么多钱呢？三营两层，上有廊下有座的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他又没跟你借，你管他呢？他盖大楼就证明柜上有余钱。哦，有余钱不分给咱们，他起什么大楼啊？我看他就是烧包。只要他不贪污不赖账，按东六西四按月给钱，你管他呢？他以前可是干账房的，他就是坑了咱们，咱都不知道。哎，行了，福满，你给你二叔和我算算，我们都得各得多少啊？二叔三成，爸爸三成。嘿，这小子打小就是个做生意的料。瞅见没有，你没少拿，我也没少拿，这他干得越好，咱们得的越多，不是？那他也应该跟他商量一下，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干什么都不通知咱们。这他要是每天都来问你，是进这个小白鸭子好呢，还是进胡鸭好？这白河浦啊，鸭肉多油少，这胡鸭肉少油多，这乱七八糟的，你受得了吗？你依我看啊，就收回来咱自己干。收回来？嗯，你干呢？你算盘珠子有几颗都不明白，数都数不齐，你看得了吗？你这要我说呀，咱哥俩各有各的事儿，这有地方拿钱又不用操心，我觉得挺好。福子，把锹拿过来，我还得接着练。一脚前一脚后，快点啊。慢点。上要抬脚，嗯，瞅着你的腰啊。不用。哎，你大哥怎么说？他说只要月月有钱拿，他就什么都不管。你不觉着你大哥跟以前不一样了吗？怎么？原来你们俩虽然不和，可是在福聚德这事儿上是一条心，现在他可是向着卢梦石啊。不会吧？哎，看着点脚底下。嗯嗯，你呀就是太实诚，一点都不机灵。卢梦石给他拉胡钱儿，你知道吗？有这事儿？卢梦石拍他马屁，上赶着给他吊嗓子，每回于老板有戏都送夜宵，他们俩呀早就一个锅里搅马勺了，哼，就你还蒙在鼓里呢。我说呢，怪不得他不着急呢。脚底下，我觉着你得赶紧想辙。想辙要钱啊？想辙把钱调出来，
你不是一直想自己开间分号吗？啊，我托人呢在天津看了间铺面房，就在劝业场后边中华大戏院的旁边，好像是个卖凉水都赚钱的地方。众人说有好几家都去看了，让咱快去看看，要是看中就得落定了。行，就这么着，你现在就去天津看店铺去。钱呢？啊，看中了就得落定钱。找卢梦石要去啊！忙着呢。哎呦，赵掌柜您来了，您坐，您坐啊。梦石，哎，赵掌柜的来了。哎，赵掌柜来了，您坐，坐会儿，顺子，喝杯茶。我说，去银行取点钱去吧。这银号里咱可没多少钱了，那就得想办法再借。还借啊？那周转不改了，你怎么还？撤到山前必有路，这儿都等着呢。马上就去啊！赵掌柜，哎，来了您，派人给你取钱去了，就那料钱我得先给你，不是？正好，怎么着？采石场有批料啊，修石坊剩下的，那料地道。得嘞，我说这单活您得给我做瓷实了。喝口水，回头让我拿上钱，直奔采石场。把料定了，让石井开工，就这么着。哎呦，这大楼起得够快的啊，都有模样了。哟，二爷来了您。什么？二爷来了。哎呦，二爷来了您。得了，坐着。哎呦，看看，坐。哎，上茶。哎呦，卢博士。哎，怎么着？这起大楼的事儿，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啊？哎呦，我的二爷，这是老爷子一生的心愿，不是？您一早就知道。再说了，这事儿啊，我跟大爷说过。嗯，你倒是什么事儿都先跟他说。是，我可告诉你，老爷子可是把福聚德留给俩儿子，没分先后啊。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怎么跟我大哥说的，就得怎么跟我说。是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您说的对，我呀是想跟您说来着，不过呢，这个不过什么呀？不过这大爷说过，说呀。他有一儿子叫小富满，那是老唐家的根儿，不是？所以啊，所以他就向着我大哥和他孙子。哟，这是他的原话。这话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这老东西偏心。哼，怪不得我大哥不愿意收回来，原来他有私心，他想占大股。我找他就。老尚，说正经的，什么事儿？龙梦石，哎，我打算在天津开间分号，铺面房都看好了，这两天就落定。所以得用点钱呢。二爷，我这儿起着楼呢，后堆房要挑顶子了，哪来的钱呢？你甭跟我说这些，有钱起的楼，就没钱拿出点来给我开分号。不，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这起分号是咱们的大事，哪能这么含糊呢？这么着，过完年我给你送去，一准送去。哟呵，我，你跟我打岔呢？啊，过了年黄瓜菜都凉了。二奶奶，甭跟他废话，我立马就要。我现在哪儿有钱的不是？那你有钱起大楼？我那起的楼是借的钱不是？要不这么着，我那有借据给您瞅瞅。你甭说这个，我不看。我告诉你啊，全北京城就福聚德起大楼，你说没钱谁信呢？二奶奶，哎呦，钱可起来了！哎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啊？还说没钱？拿来，不借。二爷，你听我说，这钱是买汉白玉修门脸的钱，奎祥牧场的还跟那挡着呢，我不能给您，不是？你买汉白玉修门脸，你赶上皇上了你？不行，这钱真的是不能给您，不，这对不住您。我再说一遍，给不给？不能给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您。你怎么没给？你不给也得给，拿没出来，找这儿趟，快点！龙石，拿起来！龙石，要出人命，要出人命！快！别这样，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没完。定着点儿。哎，二爷，您走好。你上这儿干嘛呀？我帮我妈抓药去了。爸，那女的什么人啊？真够豪横的。你可别跟她学啊，她是天津卫吃杂不地的。这要是把那烧红的煤球放在大腿上，那多疼啊！
这同仁堂在大石栏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没事逛逛。没事抓完药赶紧回家，有空问问书。他知道了，烦劲儿了。你看我这正忙着呢嘛，啊，赶紧回家吧。啊，去啊，知道了。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呀。瑞爷早去了。早了啊，嘿，下回早来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老头，哎，有什么新货到了吗？上回赚了钱了，吃甜头了。那批新洋画还真好卖，我们同学都抢着要。哎，你再搂搂这个。小银手可快上了，能削铅笔，能裁纸，能切水果，急了能开锁，还能防身。哎，这多少钱一把啊？这是日本货，地道日本造。我进货是6毛钱一把，批给你啊，1块一把。太贵了，我不要，最多啊8毛。哎，这是日本造的，你瞧瞧这货，不是你，我还不给呢。太贵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这孩子回来，帮忙帮忙。哎，得。你俩给我拿5把啊，挑吧。怎么样？这倒行啊，特锋利。这什么料的？钢的呀。哎，想切什么切什么，哎，特棒。这倒不错，要不要啊？多少钱？快点快点，2块大洋，快点快点，别让老师看着了。你是常德胜的父亲？孩子长，您费心了。这是常德胜的成绩单，1半都是0分。他不念书不说，还在学校卖东西，卖洋袜子。这是学堂，不是小事儿。吃饭吧。吃不下去。小五有，回来给他热热就得。你吃你的。你就惦记他。我不是跟你说，不能老吃这些个吗？我不是给你钱，让你吃点稀溜顺口的吗？你又没拿赏钱，咱家这日子也不太好过，我这胃口也不开，凑合点吧。嗯，你能凑合，我能凑合。可他不知情。小五又惹事儿了，他又让人打了。是我让人打了，都头一胆贴了。五大爹，你出事儿了。小五他，我这十几年的心呢是白操了。你说他学不好好上书，不好好念，我就盼着他能好好念书。可是白干了，我没用了。武大爹，你小五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啊！你还回来呀你？还有脸回来？要怎么你了？你瞧你留那个大分头，跟天桥地痞似的。谁地痞啊？现在留分头的多了，就干你们这行留寸头。干我们这行？我什么行啊我？五子行呗。那小五，你是想气死我呀你？你瞧，我回来你就这样，干脆打死我算了。又喝酒了吧你？跟俩朋友，你就不学好吧你？
正经本事一点都没有，零七八碎倒学了不少。看我死了，将来谁养活你？我用不着你养我，我现在就用不着你养。你没良心的，你给我走！哎呀，成了，你们爷俩碰一块就吵，去去去，睡觉去啊！你成了，成了。哎呀，成了，成了。你给我出来！算了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！行了啊，你呀就回去吧，啊。那铺面房你看着合适就做主落定签约。哎呀，知道。留点神，别让人给骗喽。你放心，天津那是我地盘，谁敢骗姑奶奶我呀？啊。那办完事早点回来。哎呀，行了，知道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啊，走了啊。您看这地儿多棒啊，一兵两岸多好多喝的。嗯。哎，我跟您说，这边是劝业场，那边是戏园子，多热闹。这地界啊倒是真不错啊，真是天津卫的旺地儿哈。您呐在这儿开一个富聚德烧鸭子老号，我保证您天天客满，你数钱都数不过来。那么好的地界怎么到今儿个还空着呢？妈，人有好人等着呢，我多跟您留了两天，咱是天津人，老乡像老乡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您说呢？那我得谢谢你了。你要看中了这个地方，你交点定钱，咱不就把铺子耗下来不就完了吗？嗯，行啊。啊，不过我明天就得回去了。没关系，我今天带您上本家，咱看看去行吗？前面，哎，就在前面。前面。哪欠去啊？你别着急呀、啊，前面就到了，前面那就是。啊，那前面是哎，这是前面。认识我了，有日子没见了啊！跑北京吃杂不地去了，混得不错呀、哎。你谁呀、啊？苏祖王宗，连我你都不认识了？你可是点过香灯、喝过鸡血、拜过灵旗了。你要我干嘛？你攀上高枝儿，眼高了，连堂规都忘了。来呀、啊，给他问信吧你。记起来没有，大哥？哎呦，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我那就是忘性太大，再给他提个醒。别！哎呦！我都记起来了！我都记起来了！入得三道堂，所有收获必得下边你自己说。所有收获必得充公，充公，不得私吞。想起来了，啊，你来天津干嘛？我看见铺面，我给福聚德开间分号。福聚德是谁的？北京唐孟胜他们家的。那以后到了天津呢？那就是咱们的。呵，够像的啊，英哥。五哥哥，我又来了。我说啊，我这是开饭馆子呢，啊，不是周鹏。啊，你说这话，我也不是要饭的。是，哎，铁锅庄稼没了，倒点运。哎，可
是哥哥，我人缘好，路子野啊，三教九流我全认识。哎，你说说，在这北京城，哪家饭庄的我不知道？哎，还有哪家饭庄的他不知道我？都塌了样了，嗯，还这儿吹呢？哼，这顿饭呐，不白吃你的，给你介绍个好事儿。介绍几个跟你一样白吃白喝的朋友。你就是瞧不起我，哥哥，我现在交上有用的朋友了。你快点尝。哎，这酱里没搁蒜吧？五爷，您这鼻子真够尖的。爷们儿桌上老虎酱，女客桌上绵白糖啊。这甜面酱里啊，它要是不搁蒜，它没有味儿。女客呀，怕吃了蒜嘴里有味儿，得跟着上糖。学着点吧，我要是干的，比你们干的强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奶奶也死了。还不都是你把姥姥气得住庙去，大山里头着了凉了。他非去不可呀。哎，对了，姑姑福临回老家还没回来呢。你小子不去，让我娘去，还这说呢。打小奶奶就疼你跟你妈，从来就不疼我。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当然有事儿了。哎，还是好事儿。先来碗鸭汤吧，给他盛一碗。哎，有事儿就赶紧说着啊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是这么档的事儿。我有个朋友啊，在东郊民巷给洋人看房子，瞅瞅，哥，我现在交的朋友多横啊，给洋人看房子，嘿嘿，洋人，嘿，连大总统都怕。他说呀，有人想买呀卖烧鸭的饭庄子。洋人买饭庄子是不是洋人呢还不知道。哎，但是啊，给洋钱这没跑。你瞅瞅你这市一居啊，没什么生意，又不上座，你又志不在此，卖了得点钱。谁告诉你市一居没生意不上座了？你蒙不了我，就连修二都到对面福聚德当料膏的了。你们两家这事儿啊，我全门清。你呀，干不过卢梦石。咱们走着瞧。我要干不过那姓卢的，我这锐子倒着写。还是那狗脾气，动不动就急。啊，那人可说了啊，事儿办成了，给康米晨。什么玩意儿？康米晨？他妈的洋文我也不懂。我琢磨着，是不是想当年我在禄米仓给七人发铁杆庄稼，全都是陈康老米的意思吧？哎，不过呀，洋人有一样好，他讲信用啊，他不像咱们这些人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。哎，你要是不卖啊，留神替我找个买主，到时候呢，陈康老米啊，咱俩分，怎么样？康来喽。您得的，这汤啊，可是没有福聚德的香。端上去倒了。别，兑水了吧？先兑的少是不是？哎呀，别。客户啊，这连着呢，这啊。哎呀，我说这两位大哥呀，我找一下唐茂盛唐二爷，麻烦了。啊，跟我走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都晾着呢，在哪儿呢？这儿呢。啊，谢谢。唐二爷，我是花鼻子，认识我吧？哎，这唐二爷。哎呦，我这你慢点。哎呀，你捣什么乱呢？你，我在这正练功呢。坐下，谢谢来。哎呀，我们掌柜的让我来呀，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说吧，说。啊，他是这样。有一个买主啊，想买一个饭庄子，烧鸭子的大饭庄子，找到我们瑞大爷那儿去了，给的价钱特别高。您知道市一居他不是烧鸭子的那个老号啊，人家不买，我们瑞大爷就想到你们福聚德了。你们瑞大爷有那么好心？他不也拿佣钱吗？
我跟你说，这事儿啊，找卢梦石去啊。哎，唐二爷，这您就错了。您姓唐啊，福聚德姓唐啊，福聚德是您的呀，您是大掌柜的大东家呀，是吧？他卢梦石可是外姓旁人，我找他去啊。嗯，这事儿您要是真是做不了主，非得让他们说了算，那我就找卢梦石去。到时候大楼一卖，的钱都进他们兜去了。不是，你就说是谁要买吧。他是这样，这个买主可是特有钱。实话告诉你，人家就看上你们福聚德了。嗯，哎，先跟他们见见面。您要不想见面，那我就找卢梦石去了。哎，你等等，啊，里边说，里边说。哎，脚下留神啊！瞧瞧人家洋人，嘿，真地道。站住！放心，洋人呐都准时。喝喝喝，这事儿喝洋茶香着呢，我们多香啊。嗯，香吧。哎呦，来了。你好你好你好啊，这位就是麦主，我给你带来了。这位是约克先生啊。你好你好你好。Hello Hello， 请坐。I have traveled all the 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, and I have come here to look for ducks. 啊，约克先生是专为鸭子来的。哈，他们家呀是鸭子老号了，做这行啊几十年了啊。问问价钱。啊，对，看那个价钱。哦哦哦，这 ，pass。Don't ask me. The price is not important.约克先生说了，他急着要买，价钱不是问题，关键就是要你们肯不肯转让啊。只要价钱合适，那我就愿意。请看。啊，这对。哦，这洋文你看不懂，下面的数字能看懂吧？哪儿呢？这可是个天价啊，能买下两个福聚德。不会是骗子吧？看人多阔呀，骗也值当。成，那就这样。好嘞。好嘞。哎呀，你看看。爷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事儿办怎么样了？都办好了，铺面呢租下来了，木场子也找好了，都办完得一个月，弄好了呀，过年就开张。你办事真够麻利的。那是，我小汤包是嘛人，在天津我平汤，谁见着都得叫我声姑奶奶。那是那是。哎，屋里屋里屋里。哎，我告诉你件大喜事儿。你中头彩了？差不多吧，再过三天咱能得到一笔大钱。嘛钱？绑票啊。哎，有人把福聚德给买了。老二，你把福聚德给卖了？买主是个美国人啊。还是个洋人。人家出的价高啊，起俩福聚德的钱都够了。我哥想跟卢梦石合一块算计我，没门儿。等福聚德卖了得了钱，咱在天津开一分号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你都把福聚德卖给外人，不，外国人，你还能不开分号啊？
哎，我卖了他，咱照样开分号啊。我的二少爷、二老爷呀，如果别的人家要开间福聚德，你让人开吗？哎，他买了他就走了，咱开他哪知道啊？我走了不到三天，你都干了些嘛呀？李四一子，福聚德。Okay, very well. This is a very large place. 二爷，您吃鸭子，现在还没到点呢。您呢，先上大栅栏转一圈，回来我给您留着好座。我们不是来吃鸭子的，你们的管事的呢？哟，二位杨大爷来了，您是吃一桌跟着订一桌？Where are the ducks? 你们的鸭子在哪？不用问，前门来玩来的吧？这儿的鸭子是吃的，不是看的。你们的鸭子在哪儿？约克先生要看一下。鸭子跟后院呢，可这鸭棚忒脏，不经看不是。不经看。Look. Why can't I see them all? I can hear them quacking. 行，对位爷，坐着就说您什么意思这？你们的产权、经营权、鸭子的所有权，约克先生已经买下了。虽然现在还没有办完交接手续，但是约克先生有权。打住了您，打住了您。这位大爷，谁卖给您福聚德了 ？Who sell 福聚德 ？Your owner promised me. We already have a contract here. Show them the agreement. 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前洋文我也看不懂这个。嘿，这位爷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您要跟这儿欺诈，法院我可有人。您说话客气点。怎么的？约克先生可是美国专家，这洋文你看不懂，这汉语签字你总该看得懂吧？啊？这位爷，拜托您，给我叫一下唐茂盛。唐茂盛走了好几天了，走好几天了，他奔哪儿了？好像是出城了。出城了是奔哪儿啊？他没跟我们说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是福聚德的，我找他是有急茬的事儿。您想想，哎呦，他真的没跟我们说，我们真不知道。当真不在这儿？哎，不在这儿。您还是到别的地方赶紧找找去吧。一会儿戏剧风开始了，你就从这边上场去。那我怎么过去啊？你跟我来。大爷，大爷，听我说，大爷，有急事儿，不能等，这事儿哪能等啊？大爷出事儿了，大爷啊，二爷啊，他把那个……哎呀，你没看见我在这候场吗？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。真出大事了！哎呀，什么大事儿啊？提着龙虾，枪枪枪枪枪枪枪，走！二爷，他把福聚德给卖了。The roof must be fixed. Yes. The tables must be thrown out. Yes. 哎，干嘛呢这是？ The wall must be torn down. 我说，这位爷说什么呀？棚挑掉，挑墙拆掉，桌椅板凳扔掉。哎呦，师傅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卖了，卖了。什么卖了？他们把福聚德给卖了。把福聚德卖了啊！
卖给谁了？卖给洋人了，人家今儿说来拆房了。六奶奶，卢猛是挨刀的，福聚德就败在他的手上了。不是，那今儿还考不考了？店都卖了，还考个屁！ Take it down， 张菜，喂，干嘛这是？给我说，先给我抹了，给我抹了，你再买这福聚德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一把火烧了，我也不卖。拿着，小伙子。哎，前门肉是福聚德，你可别拉错了。放心吧，大妈。大妈，哦，你看我有多大岁数啊？您呢？看着绍兴，也就50出头。这福聚德啊，是北京城有名的老字号，保险您错不了。前面就到了，你们把福聚德给卖了，事先都不跟我说一声，啊！你们当我当什么了？我是谁？我是老掌柜他爸爸请来的，那么烤炉都是我砌的，你们卖福聚德不跟我说，你们拿我当什么了？你们，我说掌柜的，给我们算工钱，不干了。你们把他卖了我连家都没有啊！你们让我上哪儿去？他们怎么能说卖就卖呢？这么多人怎么处置啊？讲不讲理啊？咱告诉他们去。去去去去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咱们走。要走你走啊。嘿，人这都卖了不干了，你还赖着不走啊？就不走。我知道你不害臊东西，你几辈子没见过男人啊？你不就想跟着他吗？你得了吧你啊！老东西，你再说一句。老子就说了，你个不要脸的，你不就想嫁个卢梦石吗？老掌柜的呀，你死得太早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吧，他们要把福聚德给拆了吗？那烤炉是我砌的，我拆了才是我要把你们卖了，把这房子卖了，躲开我！我不管了，弄什么？你快拿主意，别嚷嚷了，脑袋都长。让人呀！孟石，凤英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来看看你。这不添乱吗？这，凤英啊，哦，这是刘师傅。这趟来，事先没跟你说，俺是想……哎呦，我这都忙了一天了，你让我安上会儿成吗？俺知道，俺这次不应该来。俺见不得人，又不会说话，来了，给你丢人了。
这些年你嫌弃俺，看不上俺，都一年了也不回趟家，俺也不敢说什么，谁让俺的命苦呢？就算不是夫妻，俺也是你卢家的媳妇，给你照顾老娘，照顾这个家，俺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抱怨过。俺不求你什么，你就是看在你死去的老娘的份上，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。你可好，见了俺就像见了仇人似的，一进门就给脸子看。俺觉得活着真没劲了。哎呦，求求你了，不能不叨叨了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走。我不应该来。成了成了，别这样成吗？我这不是冲你。孟石做鞋呢吧？啊，他又不在家，俺也没啥事儿。来来来，行了行了，别忙活了。你这在家里做鞋，到这儿来还做鞋，大老远来趟北京城，上大街上逛逛去。嗨，有啥逛的呀？嘿，这前门、后门、白塔寺、东单、西单、鼓楼前，好玩的地方多了。俺哪儿也不认识，一个人再走丢了。让他带你去啊。他从早到晚的忙，顾不上啊。哎，那倒是。你来的也有点不是时候，刚好赶上柜上这阵子出了这么档的事儿，他在心里头特烦。哎，我甭提多后悔了，早知道这样啊，我就不应该来。他就是这么个人，拿夫聚德当命。人家是东家，买卖是人家的，人家想卖就卖。有他什么事儿？顶多是不干了，回老家更清闲。就他看不透，像摘了心似的。呦呦呦，这话你可不能说啊，让他听见得气死。这里边好多事儿啊，你不知道。嗯，他是怎么当上福聚德这掌柜子的？那差点把命给搭上。后来又一手一脚的，把个快玩完的店给拾掇成这样。是谁呀？那也舍不得。那也不能这么伤心呀、啊！你看他这些日子瘦的都成什么样了？哼！哎，我说，你怎么也不来陪陪他呀？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我可住不惯，我也操不了这心。这些日子啊，俺看着都眼晕，守着俺老家，心里踏实。你这不在他身边，你就不怕他有二心呐、啊？我是说，你不在他身边，人又能干，而且也能说会道的，再加上长得他也是模是样的，这北京城的女人可多了。那，他大姐，您跟我说实话，他是不是有了别人了？哎呦，我是觉得你人挺好，又实在。我就是说这，万一，如果。真要是那么回事儿，你怎么办呢？我，你没想过啊？他大姐，您跟俺说这些，是跟俺交心，啊，俺也没把你当外人。这个事儿啊，俺是想过。男人出门在外，俺又不在他身边，难免有个相好的。这是早晚的事儿。要真是那样啊，俺也想好了，最多不过两头大，你不在乎。
在乎不在乎又有啥办法呀？男人要是在乎你啊，你就是推也推不走。他的心要是不在你身上啊，八匹马也拉不回来。他大姐，您是过来人，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呵，还真看不出啊，心还挺宽。你也别太着急了，小心又犯了病。你这二少爷这不是半吊子吗？跟谁都不商量就把合同签了，你说这，哎呀，这福居德呀、啊，是该着断在他手里。这俩大公子真他妈尿性，一点忙帮不上，净他妈给你添乱了。这大少啊，不管，二少不见人，洋人逼得又这么非买不可，哎，我看呐，干脆就买了算了。洋人势力大，咱惹不起。你说你这人啊，平时说你胆小，我就不说你什么了。可这什么时候了？这是什么时候了？节骨眼上，还软绵不捏的，跟棉花糖似的。卖卖什么卖？你够豪横，你干得过人家吗？那就是，就是这么鱼死网破，也得挣不挣吧呀。我告诉你啊，眼看就到年底了。要账的、订货的、订座的都找上门来了，干还是不干？你快拿主意，我可顶不住了。还有，盖大楼拉的亏空，奎祥木厂子来了好几回了。你说你这人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这盖大楼都是借的钱，你拿，你拿什么给人给？我当初就说不能拉亏空盖大楼，你那我知道要遇上这事儿啊。这洋人说要买福聚德买鸭子，哎，好像没说要买新大楼吧？哎，啊，掌柜的，赵工头来了，你就说我不在成不成啊？孟石，怎么的？他来找你，你老躲着不见，这不是个事儿。我来好几回了，他们这做工头的都跟黑道连着，他找你你不见，我可扛不住啊！嘿。来了您，罗掌柜的。哎哎哎，这几天忙活什么呢？可找着您了。嘿，忙忒忙，快坐着您。来，接茶。这料我可都给您配齐了啊。那几根大柱子都是按您的意思，从东北专门给您运过来的。哦。这工也请了。嗯。可是您还没给钱呢。是是是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您。哎。哎呀，这抓工您瞧瞧去。嗯。那几根柱子对头圆啊，这门这窗都按着您的图纸做，这花板也是仿古的，光钉工我就钉了三天三宿，哟，没敢动弯，我怕他们不上心呢。受累您，受累了。您再瞧瞧那个石房，嗯，剩下那点石料，嗯，地道。我瞧您这个楼起的呀，我瞧着都高兴。明儿我有了钱，非照您这样起一座楼。我说，您喝口茶，喝口茶。想琢磨着跟您商量点事儿，咱这楼能不能先停了它呀？什么？停了？停了？您跟我逗着吧？不是不是，实在是盖不下去了，停了吧？盖不下去了。卢掌柜的，咱俩可是立了字据的。是是是，这行里有规矩。您说不盖就不盖了，按规矩说，进厂子就得给我拿全份儿。今儿不盖是您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可这料我进了，这工我请了，少一子儿不行。罗凤石，哎哎哎，我跟你说清楚了，盖也得给钱，不盖也得给钱，马上给我清数。那么上心，
犯不上。我给你吃个定心丸。这事儿我合计好了，福聚德咱不干了更好。你我还有我爹，哎，咱们合着开个馆子，就凭你的本事，我的手艺，保证盖了北京城。今晚上咱们好好合计合计啊。嘿，人家跟你说话呢，想听啊。我是为你好，给你宽心呢。你去告诉那俩小王八蛋，就说咱不干了。不干了。这大楼是我筹划的，人是我调理出来的，这名声是我干出来的。这儿连一个算盘珠子、一根草，他都进着我的心去。我不能就让他这么没楼。不干了，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个儿。不干了，凭什么不干？真没坐轿子的命。子熙大哥，您给我买张回去的车票吧。刚来这么几天就回家？哎呀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。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来的也不是时候，就不应该来。这些天呢，他够头大的了，你就别这会儿走了。我看不惯他那样。我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您给我买张票吧。你要不是我给我买呀，那我也走。这样，你再等几天，说不定我和孟石啊，陪你一起回去。怎么？完了，全完了。是。玩得好，完了省心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福聚德玩完了。
点去睡。走，带你找个人去。